第六课，你吃什么？生词，喝，喜欢，要，饿，渴，给，来，饭，面条，馄饨面，饺子，粉丝，火锅，肉，白粥，包子，面包，蔬菜，青菜，响，饱，芥菜，卷心菜，空心菜，土豆，白菜，洋葱，海鲜，大龙虾，大螃蟹，贝壳，波霸，生蚝，鱼，鱿鱼，鸡爪，鸡翅膀，猪肠，把，双，碗，碟，杯，勺子，叉子，刀子，钳子，夹子，架子，筷子，椅子，桌子，匙锦，一点，酸，辣，咸，苦，甜，淡，腻，鸡蛋，汤，糖，味精，胡椒，辣椒，盐，辣椒姜，姜油，鱼露，蒜头，海螺，香菜，姜，玉米，柠檬，北京烤鸭，香茅，饮料，瓶，听，红牛，可乐，水，茶，橙子，叶子，甘蔗，绿茶，菊花茶，奶茶，冬瓜茶，牛奶，羊奶，果汁奶，酸奶，酒，啤酒，水果，芒果，西瓜，黄瓜，葡萄，草莓，龙眼，柚子，哈密瓜，梨子，李子，荔枝，番荔枝，菠萝，菠萝蜜，胡萝卜，萝卜，苹果，香蕉，火龙果，释迦，番石榴，桃子，梅子，橘子，山竹，木瓜，奶果，点菜，菜单，肠，公斤，你喜欢吃什么点吧？这个很好吃，你尝一尝吧。我想看菜单，我要这个。这条鱼多少公斤？这只鸡怎么卖？九万公斤。一碗牛肉面多少钱？两万。这个菜怎么煮？炒、炸、煎、烧、蒸、烤、叉烧、泡、煮汤、生吃、熟、炖、红烧。有没有海鲜？有什么海鲜？有没有？买单，老板娘，算钱，服务员，结账。一个苹果，一份炒鸡肉面，炒什锦青菜，总共多少钱？一百万。请给我刀叉，谢谢。一张纸巾，湿巾，一根牙签，还要别的吗？不要了，谢谢。我来付钱，今天我请，那下次我请你啊。对不起，我们商店要关门了，不好意思。